收获之月，多美妙的名字啊！哎，让他补前面三个兵吧，主要我要慢推线。血液正在慢慢滴落。能等下波线到了一起推是最好的。这个推进去就可以找机会越。死就死了呗，他能在我就死给他看嘛，没办法。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我没点，然后我一个人越不了了，我说我要把打野叫上一起的。其实这波都不用越，这波都可以直接抓。这兵线他给机会就要死了。来那么一瓶泼鲜血，等头我要 K 啊，我有三剑了 ，K 个勾吧。要得越一波，这波那这波上线有点慢了。自己越吧，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操，这大招真的回好多血量。其实吸血鬼打不过狗头的，兄弟们，你们知道这狗头这把他输在哪里吗？他肯定是会玩的狗头，你看他场次嘛，1300多层。他开局就输了。输在不出魔抗。他带了护甲，他被我和鳄鱼摇摆了。还有就是他没带 TP， 但是带魔抗然后加带 TP 的话，我是杀不了他的。
除非这个千珏直接速三上来，防御刷上来把我越，不然的话扣我一个人是很难越狗头的。我一个人想越狗头，老狗头是不会给我这个机会的。他其实已经很稳健了，但是他因为没带贴，所以第一波被我杀了之后，后面就被攻雪球了。影魔刀，我单 AP 他直接出影魔刀，这双 AP 不难受的 AP 爆。看到没有，我单了一批，他们都是直接起魔看的。当然这也跟我这么肥有关系吗？我得小心点，他们能抓死我。坦能不在就没事。我这个腹肌老彭就很变得这么弱。血块变厚。先锋要给吗？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让我们合伙干吧。
我操！龟龟，这个高八惩戒能减速。然后我这个E能打到辣美的，然后把红雀把辣美杀了。把辣美杀了有机会操作的，辣美给他挂了个技能补了很多伤害了。没伤的。主要是螳螂搞了个影魔刀，这螳螂他妈的第二件出影魔刀太那个了，他这样他就不是很怕我了。我把这阳痿整追不上的，清绝没大，清绝没大。守护之月，多美妙的名字啊！让我们合作。这个反穿有点重要啊，
第一次这么大的局子。An enemy has been slain.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 多美妙的名字。别帽子，下界直接别帽子。哇，这把，主要是这把容易被拉扯。拉扯烂掉了，我没拿走。血块变黑。这螳螂这个减速他妈的和那个阳痿差不多。请让鲜血都流出来吧。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哎呦，我的！
我操，疾跑还开了个死亡疾跑。只会破两路就好了。血块变厚了。清上鲜血。狗头值600块了，我操！哦，对面不拉扯，对面跟我们拼一套，他们必输。